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文文宅。今天是3月25号，星期四。那这不知道是第几个 vlog，我也不记得了。但是我今天就想分享一下，就是现在最夯的两个新闻，一个就是长荣的这个海运的一个船叫做 Ever Given，在中东的运河里面卡住了。然后现在不能动，然后大家的船通通都通过那边都不能动这样子。那另外就是延烧的很严重的，就是好像就是违法得来的、非法得到的生产出来的棉花这样子。那我刚刚去衣柜看了一下，我的衣柜里面真的没有什么 H&M 的东西，所以我决定拿这个网友的建议来做一个我觉得最正确的事。把 H&M 这两个 H and M 拿起来。就是这几个字，把它丢掉。这感觉起来是我能够支持最经典的地方了。这几个字把它丢掉，谢谢大家。